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那延续前两天小涨小跌的走势，台股今天盘中小涨20点，那最多跌57点，中场刚刚收盘收跌31点，收17592，那它就是一个盘整的格局，而且量缩的也非常的明显。今天成交量是3640亿，跟昨天差不多，所以这三天都只有3000多亿，都是创下大概过去这一两个月的一个新低量。很明显的资金在这边就是比较冷静一点啊，这不是一个坏事啊，因为之前是当冲的量非常的大，它可能冲钢铁股，可能冲航运股。那航运股的部分，因为现在的成交量整个都已经掉下去了嘛，过去最高的时候航运股比重一度高达 50%，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天的电子股的比重降到剩下盘中只有 17% 左右。所以我的经验告诉我，那个就是一个反转点，因为当只有十几二十家的传产股，它占去整个大盘几乎是6000多亿成交量的一半，那必然是过热。而市值占大盘超过60-70%的电子产业，成交比重剩下17%，说到不行再说，那就是一个转折。所以之后的故事，我想大家就知道了。所以航运股还是一样跌得稀里哗啦的。长荣跌到138，阳明跌到125块。常常有人在问说航运股该怎么办，我认为反弹的时间恐怕还没到，那比较有可能就是到时候历史可能重演，当航运股的比重到50%的时候它就爆掉了。所以当哪一天它的比重剩下掉到剩10%或者更低，那个大概就是低点，所以要买是那个时候，现在不必。所以现阶段电子股就是旺季，太多的题材可以用。好像7月份、6月份，我们电子股都一波一波的大赚30%、50%，8月份如法炮制，如法炮制。那金利科礼拜一最高来到439.5，礼拜二来到478。礼拜三477，今天早上最高来到484.5。那这个部分呢，又再度的刷新了从162块上来的一个波段的新高。尾盘比较可惜啦，就一些股票卖压嘛，那短线涨多创高就拉回，跌了20块钱，收在453。但不可讳言的，昨天的收盘价是创新高，今天的盘中最高也创了本波的新高。再来就是准备要去收复这一撮量，这一撮量。那目前的压力区大概在，我当初说390到527嘛，那其实已经收复超过一半了嘛，所以现在大概在477到527的这个50块的区间，这个是上档之前套牢的筹码比较多的地方。但我也解释过了嘛，你说当中套在这边的跌到162块，十个人恐怕有8个人都已经砍光了啦，剩下那2个大概就是像我们这种，我们真的是看趋势的，真的是为了金利科打抱不平的，明明就没有他的事情，被有心人士炒作的好像真的一样，股价从615一路跌到162块，这数字几乎是颠倒。但所有基本面不但没有变化，后面是越来越好，股价很快的又就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又涨回来了。那八月份我认为回到高点，因为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套牢卖压在上面，我认为八月份就是要挑战这个高点。所以今天的拉回只是涨多的拉回，拉回是给你买的。那投信呢，昨天没有买，前面2天买了
快要1200张，就投信开始建仓。然后呢，七月份营收不好，等八月份，新的合约估计就会入账，因为陆续有很多新客户签新的合约，会一笔一笔的认进来，合约金、签约金、后面后续的权利金会陆续的进来。七月份来不及，就会落在八月份嘛，这是第一个。第二，八月中最重要的 tape out 就设计定案，预期这个时程应该不变了。这种工程的进度我们追踪很久，原本是说大概是六月份，后来延到七月份，那最后一个版本就是到这个八月中。目前看起来这个版本应该没有改变，因为就陆续可能修改一些功能，添加一些功能，那越做越好。所以大概八月中 tape out 预期不变。那一旦这个部分确认下去之后，后面大概法人就会算，就是说，后面什么时候要开光照，什么时候要跟晶圆代工台积电谈明年的一个投片量，然后什么时候要正式投片要产出。啊，老板就说第一季了嘛，所以大概就是第一季了。然后 tape out 是一个进度嘛，所以到达这个进度的话 ，P2 就是第二阶段的合约也将启动嘛。所以一个合约。大概 ASIC 的案子一个接案设计完成产出，大概中间大概分三个阶段。那通常第一个阶段权益金最少，第二阶段会多，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会带来数次的成长。那台积电订单预计九月份开始量产，所以八九月份实在没有办法不好。你说每个月的递延，我认为递延到这边也递延不了了啦，后面数字就会好，所以利多将持续浮出台面。而且这任何一个利多其实都是可以让明年公司多赚10块钱，那台达电的案子明年可能就可以赚10块。行政电脑更是不得了啊，大陆未来5年有接近2亿台的行政电脑要换机，一年换个2-3千万台基本上就足以让经济科可能赚个30块、40块、50块，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精算吧，因为 IP 都自己的，毛利率都是5-6成，那个每一颗出货都是净赚，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八月份会迎来史上一波最大的创新高的行情，那更不要说当初我们去年九月份76块买的，到今天最高是484块半，还没有回到那个615哦，76块买得到，今天的高点是484.5嘛，484.5，光是这一笔账上获利就535%，也就是说当初跟着我买100万的金利科的，到现在是638万，买1000万的现在是6000多万，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啊，我想这个就是市场最强绩效了。那这也是就是大家来成为郑老师的家族成员的一个价值，它的价值就是我坚持买的都是精品股，趋势展望数字毛利率盈利率报价 EPS 都是非常棒的公司，所以当你买对趋势买对数字的股票，那时间就是你的朋友嘛，那时间越过去股价就越高，你就越赚越多，那一档完了再一档，一档完了再一档，3成、4成、5成的这样赚，3个月赚个3档、3成就一倍了。那我们去年九月到现在八月份将近1年了嘛，金利科是5倍，也不过分嘛，也不过分嘛，但我想这已经是市场最强绩效了。点序呢，727礼拜二涨停板先卖一半，当天市场杀盘收在146块半。那那一天下午我打 AZ， 隔天请假啊，礼拜三我就没有录影。那当天所有电子股一堆杀跌停板，点击也杀跌停。就礼拜四呢早上，我们142块价差18块买回来，当天收涨停板，就又很疯狂的，我就连2根164，连3根178.5元。然后到第四天来到186块，我们就再卖一半。那我说卖一半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后面新的产能报价又涨2成，营收获利将一路喷，
短线到满足点先卖一半，拉回有价差十几二十块再赚一次，再买一次，没有的话持续喷就持续赚。事实证明非常强啊，到昨天160、190，今天早上再创191块的新高。当然最近盘势真的有比较焦灼一点，那创高震荡翻黑之后尾盘再收一个小涨186.5块，那这个收盘价有再创收盘价的历史的新高，所以这个真的太强势了。如果你拉回到170价差出现，我会再买；如果你不拉回，你就继续飙，拍拍手，我们的家族成员越赚越多。那这中间135买，中间来回做了一趟，多赚18块钱，总共赚74块，那高达55%，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333嘛，三个月时间抓个30%，涨30%的标的，好，三个月时间抓个3档可以赚30%的标的，那就是1倍。事实证明，1拳50%，点序也50%，复顶也50%，预创也50%，所以我们是要3毛给5毛，要30%，结果一堆赚50%。三个30%是1倍，两个50%就1倍了，就超过1倍，1.5×1.5是2.25。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过去这1-2个月，虽然说我们前面错过了航运股，但从5月底、6月、7月、8月，你看看我们电子股怎么赚的，那是30%、50%在翻呐，那是不得了的。那点序呢？第三季产能大增100%。这不得了，七月报价要涨20%，价格先跳，产能又增，所以七月份营收乐观连2亿，少一点1.8亿，看封测的配合，八月份可能就2.4亿，九月份就更高，后面数字一路喷出，所以呢，市场已经有比价群联的那个声音跟态势已经出现，但群联500多，它才100多，不到200嘛，那是一段一段来。所以我们不用一次看那么远，就是一段一段来，30%赚一段，50%赚一段，冲高卖一趟下来再买，我们就是带职教成员这样子，很有系统、很有规划、很有节奏感的操作。但重点还是在于你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坚持只买精品股，所以所有教成员都可以跟着我操作很长的时间，都非常的安心。那有时候遇到乱流，套牢亏损难免。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我选的股票本质就在那边，最多就是等。今年四月份九旗，我记得那时候还杀到80几，结果现在已经涨到170、180、190去。所以我帮大家挑的股票都是那个本质超好的股票。好，常常跌是一时的，但是涨是一个长期趋势，带来的都是倍数的获利。那经验，礼拜二涨停，好，昨天涨到174.5块，今天。早上平盘附近，大概173附近、174，我将我们家的成员在持股全部出清。好，那平心而论，这边赚不多，因为当初买的就比较高一点，但是股价很快就是有本质嘛，杀下去马上弹回来。但因为当初买点不够漂亮，现在既然回到本钱之上，你就全部出清。好，那资金呢，再去开始。运作买进八月份我所规划的一系列的全新的精品股，就一档一档来，就我就说嘛，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抓个3档赚30%的股票，就是1倍嘛。但事实证明，常常不止30%嘛。比如说上次赚50%的1拳，那前几天我们陆续买回来50几块、56块陆续买回来，到礼拜三高点60.5块，到今天呢？就量能所涨停65.6块，再创新高。所以从上礼拜到这个礼拜，陆续的大概56、57块、58块，陆续买回来，60块陆续买回来。就56到今天65.6块，又再赚了9.6块，又赚了17%了。所以你可以按看计算机，就是说，如果说当初，比如说一套资金是100万，前面那段30几到50几，一下子好像我记得8、9天就赚了50%嘛。那后来中间去赚别的股票，那个我们就不算了。那如果说当初100万变150万，现在再投入一次，56块
到65.6块又赚了17%，150万再赚11%，那个就多少了，就快要到180万。所以就是说用这样的一个复利的方式在赚，你会发现只要一段一段接着顺利的话，真的两三档股票就一倍了。所以我们家族成员确实绩效就是这样子在翻滚。那我也说一拳有 AMD 跟 Apple 的两大重量级的客户，这两大客户是多难搞，一个是处理器，一个是全世界最龟毛的 Apple， 你光是产品要通过它的认证，那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产能要够大，良率要够高，品质要够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所以可以通过认证接着下订单，基本上它技术已经 OK 了，是被认可的。那两大客户的新的订单七月同步拉货进入旺季，营收我估计将首度先看6亿再破7亿，后面就是一路往上。那今年只是新的订单的第一年，目前正在现金增资要缴款，那拿到这笔钱未来要扩产的就是要 support AMD 跟 Apple 两大新客户，要开新产。所以今年营收先上看6上岸7，明年就会破10。所以明年获利呢，今年的单月 EPS 会先破 0.4， 明年大概就会赚6到8块钱以上。所以就说当初的建策股价几十块钱，后来因为他很努力的打入 AMD， 成为他的处理器的均热片的供应商，就今天的建策股价最高已经来到348块，跟前两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就说一拳小建策俨然成型了，这都是趋势股。所以前面这一段可以先赚50%，拉回整理这一段我们先不动，就这几天买回来现在又已经17%了，一个不小心明后天照这个数再涨又30%。所以你知道100万赚50%是150，150如果再赚30%就195，几乎也就是一个倍数获利。好，所以我们家族成员就是这样子一档一档来。好的股票永远都有行情，只要数字后面会上去，早喷晚喷都是要喷。所以我不太应该说我不带着我们家族成员操作那些阿里不打的所谓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标股，可能量也不多，我们家族成员可能买没几个，买个一组可能就锁住了，后面都买不到，那出的时候直接就跌停板，那财报也没有，营收也没有，获利也没有，那种都不是我的标的。我坚持买的还是精品股。那精品股要有四大指标，包括毛利率、盈利率、EPS 和最好的成长性、最强的市占率。所以基本上只要大家来成为达人家族成员，我会照顾你的资产，告诉你说什么时候电子股买多一点，什么时候船股买多一点，或者是多头全力做多，空头我们就保守或者避险都可以。所以会照顾你的资产，照顾你的选股，这边没有什么好说的，都是精明股，照顾你的操作，点去买130、160，先卖一半，拉回142，再买到今天已经来到191块。当初的一拳也是一样啊，30几块买，50几块卖，拉回整理一个多礼拜买进，现在蹦蹦又创新高。所以带着你做波段操作，来回操作金利科过去快一年时间500%，这个就不用说了啦。所以照顾你的绩效，那你说500%的绩效够不够，有没有是市场最强，我想这个市场上都可以打听的。所以我就说成为达人家族成员是大家带着大家通往幸福的大门。那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每天一定要看我的节目，或者要在 YT 上看我的视频，盘中一定要看我的文章，不然的话每天都会不知所措。那很多人看了很久，那可能有诸多考虑，一直想要成为我的家族成员。那有人 maybe 是考虑时间上可不可以配合，有人是考虑说费用上是不是可以负担，那更多人可能在 enjoy 那种就是说自己操作的那个乐趣。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看看我的讲法，那自己去 enjoy 那种操作的乐趣，这种人最多。但实际上
账赚的并不多，因为常常你看到我的资讯是在我们公开以后，可能赚了一段十几二十八之后我才公开，或者我们早上做操作我下午才讲，那你隔天再来价差差很多，你的买点落后我10%，我卖的时候隔天你才卖又差个5-6%，那一差就差很多去了，所以我们赚三成可能也是赚不到15%，所以这样非常可惜的。所以如果说你都是我的忠实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每天都要看 我文章的网络的粉丝，如果你过去真的都很喜欢我，认同我的专业，那也认同我的品格，很希望来成为郑老师的家族成员，由我照顾，带着你买最棒的精品股。那庆祝即将到临的八八节，我给大家一个最棒的好康。原本16.8的，现在只要8.8。那电视上我只能言尽于此啊，不然你会看到我会被罚啊。所以庆祝八八节，原本16.8的，现在只要8.8。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那这样的活动就到8月8号，所以赶快趁现在来成为我的家族成员吧！就趁现在来成为我的家族成员。等会儿我们再聊其他股票。欢迎回到现场。那郑老师在带着家族成员操作的过程，手上持股其实都不多，大概就少一点4档、3档，多一点大概5档、6档到不超过7档，大致就是如此。所以手上的都是最强的标的，比如说预创，那礼拜二上周二是亮灯涨停，来到这波段最高53.7块。礼拜三我请假也刚好跌停板回来之后呢，礼拜四就51.6块，礼拜一52.1块，那礼拜二也52.1块，昨天53.3块，今天最高来到53.5块，所以几乎又回到53.7块的高点，所以我就说这个随时会再刷18年的新高啊！这波35块开始买到53.7块，最多赚了18.7块，53%，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嘛。我们常常是要3毛给5毛，要赚30%，那赚50%。但是从现在这个位置再涨30%，那就可以赚1倍、因为 DDR 现货仍然是大缺啦，它目前就是卖一颗赚一颗。大陆同业报价过去只有台湾的厂商的8-9成，现在反而高过台厂大概20%、所以这个很缺啦。预算都是走现货，它的受惠程度最大，目前是卖一颗赚一颗。5、6月赚0.44%、单月获利到7月以后很快就会超过5毛。如果报价再涨，很快单月就会赚到1块钱，那下半年要赚4块钱，就跟点续附顶都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报价涨，而且它又跟立基电之前标了很多新的产能报价涨，卖一颗赚一颗，下半年就是雪宝，所以当数字往上，股价必然就是喷。那另外也有一档8月全新重要布局数字爆炸精品股，那它的季报我估计要成长1倍，第三季产能更多，要再涨价15%，第四季产能多更多，还要再涨10%，所以第二季先1倍，后面每一季 越来越高，所以这股票空间有60%，我认为就是又是一档必买的精品股。那欢迎大家都来成为家族成员，庆祝即将到来的八八节，原本只要168000的服务，现在只要8.8。原本16.8的，现在只要8.8，趁现在赶快成为家族成员吧！祝大家收顺利，明天再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